各位同心，即马开始上课啊！大家请坐。各位同心，即马开始上课啊！大家请坐。各位同心，大家好。真欢喜，咱有遐济人来参加，咱。就是因为有恁的参加啦，咱的希望搁较容易达到咱的目的。好，因为。有的人第一次见到面，也无了解讲，我是什么人？我现在要甲大家先自我介绍，予大家清楚，因为。我姓张啦，文哈，文章的文哈，迄个燕哈，都少一个叶旁啦，颜色的颜哈，颜色迄个颜哈，少一个叶旁啦，张文燕啦，日本名叫做久福美希子，莫怪阮老母。龙叫啊，呼咪哦，呼咪哦！啊，阮老爸我甲叫学多上，阮老母我叫卡酱。吼、哦，啊，这就是阮迄个时阵会称呼老爸、老母的叫法。安尼大家都了解讲，我是什么时阵？的人，大家若要搁较认识我，张文燕上 Google、雅虎，有当时啊，张文燕会足济人嘛，后壁加两个张文燕教授就好。哪怕下入去上网去写张文燕教授。诶，我的经历甲我的资料，拢会伫迄个所在。啊，若要看我的自传吼，我足简单。迄个111四个一，人力银行，伊有一个专栏叫做“世界”，迄个。华人名人小传，名人小传记，名人小传里面，阿个怕张文燕，111人力银行，所以有带电脑的人，带笔电的人，你甲输入落去，就会看到我的格言，有伫111人力银行，好啊！这大家要八卦都足清楚。咱今仔日啦，因为有同心咧问我真济代志吼，我即马先甲实际上啦，伫高级班啦。我一定穿我
咱的标准服装出来，啊个地帽啊，啊这回因为咱是初级班，有人在问啊，讲是什么时阵爱穿这个服装啦？我即马要讲高级班毕业，你就爱去准备服装啦。无啊，帽徽啊，加蓝乌西装啊，个徽章，这是白的啊。颜色领带颜色没有规定啦，吼啊，白的衬衫，这是标准。因为今日日吼，唔是高级班吼，我无穿标准，我鞋子穿有色的，安都唔对啊。但是因为有人在问啦，我爱伫遮甲大家讲一下。那高级班毕业了后，足济机会啊，代表咱民政府出去办广告单也好。做什么啊？代志也好，要去日本参加啊，确定啊，一挂日本参加的资料、泡泡，拢会予大家看。迄是高级班毕业了后，才会使报名参加啦。哦啊，所以讲高级班了后，大家。就是爱去，那律师那拢同款，但是你啊，律师啊，无咧拍啊领带啦，吼、哦、啊，你会使白的衬啊衬衫吼，即、哦、啊其他伊是那伫咱家做服装啊，是5000块一束，上衣一领两领裤。李叔那是两领裤，一领裙，啊，一个裤，吼、哦，伫迄个叫做咱女童星吼，李啊女士吼、哦，有，我是一个裙啊一条裤，啊，咱遮有咧工作，就是应该呐照正常高级班，礼拜六吼，拢应该是咧利用礼拜六吼食饭的时间吼、哦，有咧。有来咧量服装啦，哦啊，这是附带甲大家讲啦。啊，即马要问大家，上到即马已经咱要结束啊，大家也真欢喜。要问讲，大家有信心啊无啊？啊，足感恩啦。所以今仔日。我那是用 PowerPoint 的方法，甲这三天来，有诶老师讲过，有诶讲师啊交代诶，咱过来总复习一摆。吼、哦，啊，现代诶状况，啊，我也甲大家报告。咱今仔日这个闭幕式啊。就安尼来进行。现在啦，会使留差不多三分啊，三分加五分。咱唔知有倒一个同心要来心得报告啊无？那有，请你举手者。好，遐一个安尼好，好。好你啊，差不多五分钟啦，吼，吼，你啊五分钟，确定啊，吼，讲到一段时间，我会请你来报告，好不？好，感恩哈。因为以前啊，我伫高级班，我有安尼过，啊，初级班也有安尼过，吼，拢是以前我是。交代州长啊，啊叫州长啊推选出来。哦，啊，即马我看大家拢有真侪收获，啊，要
搁甲大家讲，卖讲拢我咧讲，卖讲拢讲师咧讲，你受训了后，你家己心得，家己来发表，好、哦，安尼上，好大家搁较清楚。好，咱即马我准备 PowerPoint 来开始哈。咱看看这个啊，这就是咱会了解。上头这个高冠因大家唔知会清楚啊，未清楚。那清楚的人举手看卖，无几个嘛，好，好。高冠因是原炸流亡政府。派伫美国，啊，伫啊纽约华盛顿 D.C. 家咧做新闻局的参啊，诶，伊个秘书啦，一等秘书啦，食饱干那用笔名啊，拢咧批评咱台湾，讲咱台湾是鬼岛啦。咱台湾本土台湾人士啊，迄、那个做算讲咱是台巴子啦，拢咧甲咱批评，甲尾来查出来，上班的时间用笔名来散布这些啊丑化台湾的言论，派出一个官员。一等秘书嘛，袂歹啊呢。啊，伊咧筹划，到尾啊，查出来了后，怎甲叫伊转来，甲停止停职啦。啊，停职了后，嘿，无差不多四月遐啦，讲叫伊安怎？个副职啦，啊去台副职，停职了后，因就伊要六十五岁安尼，啊，工作一个月就六十五岁啊啦，伊要去啊退休啊啦，啊去台上班，大家唔知清楚无？好，我个去台湾先进户啦，我唔知会知讲。台湾先政府的主席林正哲啦，啊，林正哲以前跟我同事过，哦，嘿，新竹市长，啊，因为有一个学校，伊也做董事，啊，我也做董事，阮同事过，真正伊是好好先生，但是好好先生袂使安尼啊，伊这欺负台湾人吃够够啊！嘿，讲伊个任用，你讲起码人事公开嘛，要招聘新的人，一定要怎么样上网啊来参加笔试、参加口试。讲笔试、口试无啦，干那因七八个来报名，你安尼拍台分数，安尼叫伊来上班。阿姨。办退休啊，一个月领八九万块，所以这里头这个案子，这一个案子是弊案，吼、哦，任迄、那个任用人事的弊案，啊，这个咧，伊讲伊的翻版啦、啊，泄气大啦，大家对有了解的举手一下好不好？哦，可能较济吼。伊足出名嘞，就是我是一个警察，以前是一个啊整条系统的人，诶，检察官还是法官啦。啊，到尾啊，因出代志，从啊走去中国去。啊，中国去讲咧开咖啡厅啦，我所知啊。啊，顶年讲转来啦。等下，即卖伊讲咧创啥？讲啊，即卖咧做
郝市长的，这个叫做啥？伊这吼廖总啦吼，啊十年啊吼，啊回来，啊起码伊叫啥吼？台北市担任啊参议，后转入秘书室专案，专门委员啦。啊，伫顶年啊，过安怎呢？去到三江去替人辩护好啦，实际上这拢是违法的代志。咱即马即个安尼来看起来，伊即个65岁啊，我准备要来，搁要领钱啊啦。啊，这就是啥？拢食咱本土台湾人搞搞，咱本土台湾人那是停止停止啦，无可能就无机会个复职啦，因为他有案啊，这些案等于是一个处罚啦，啊，你也办之前嘛，好、哦，还是有案，好、哦、啊，你也看用什么方法，那个好停啊，个好认职的，这是就无可能的。啊，我这讲起来就是吃咱台湾人教教啊，啊，无法度，大家拢点支持。啊，起码发觉到，啊，才来做，啊，做发的拢因定，啊，监察院也拢因的人，啊，咱敢无法度，所以咱爱有一个觉悟，咱吼现在状况，予大家知影，这。就是咧支持咱的论述啦。以前大家拢唔知啊，吼，美国啊，助理国务卿，这是关亚太的助理国务卿，讲要予台湾自治啦，吼，啊，伊讲 autonomy， 伊这个自治啊，英文啊，伫遮。主要是要这就是啥，你知影？那必须定讲的，面顶有人啦、啊。你要自治会使，但是面顶有人的，有人有这个，就天皇有这个台湾土地所有权嘛。咱这个就会使回去讲介绍讲，为什么大家去思考吼？李登辉。总统，咱足尊敬的，做13年，有改变无？无嘛？伊讲要来会审啦，有啊无？啊，美国安怎讲？美国讲袂使哩，哪会使予你会审去？你想要做台湾国哦？袂使哩。啊，美国李登辉讲啊，但是哩。啊，无要安怎？后来你当成啦，唔照这个林政策，新德市长初阳去遐做一个台湾省主席，要底下咧领钱啊。啊，佫有遐有10几个，等于台湾省省内底的资深，迄、那个讲叫做议员啦。以前咱台湾省议员呢，啊有啊10几个在领钱呢，迄钱实在乌白开啊！啊，这咱啊无法度伊啊！啊，这就是讲李登辉时代，咱即马个阿扁啊，做8年有改变无？无啦，上头第一届选到去美国做宏观呢，大家我会知啊。第二拜要阁去的时光，歹势，你是麻烦制造者，讲阿扁也是麻烦制造者啦。大家想看卖阿扁到底是做啥物？伊讲要申请参加联合国啦，甲资料寄去予联合国的秘书长潘希文怎阁甲推倒转啊？连开都无。啊！恁
台湾土地也不是恁的，是日本天皇的。啊，你一个国家要有四个条件，要有土地，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啊，过来要有国家。啊，美国早就发表啊，啊，台湾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啊，不是国家。哎，啊，过咱2009年高等法院判决第二条，台湾的政府世界没有不承认的政府。好、哦、啊，地啊土地跟政府拢不是公民呐、啊。咱现在大家提出来看卖，恁的身份证提出来看卖嘞，是什么身份证？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呢？咱原来照咱以前咧读公民讲，哎，20岁以上都啊公民啊，啊，咱要国民，吼、哦，啊，但是伊这都未甲你改，因为伊的违法，甲咱无条件呐、啊，第一天呐、啊，啊，1946年1月。啊，12一夜之间，把咱的国籍全部都改为中华民国国籍。伊讲要为了好管理啦，啊来骗咱这些啊本土台湾人讲哦回归祖国啦，光复节啦，这拢全骗的。啊，光复节国旗啊挂，缅甸挂美国国旗，下骹才挂因迄车轮牌。好、哦，类似安尼吼，但是国籍啊，甲咱改啊，啊，拢美国、英国三处的抗议反对，但是因讲为了好管理啦，给我们好管理啦，啊，实际上咱迄阵啊是战败国的子民，咱迄阵啊唔知啊，哦，回归祖国。哦，同胞来给你请愿，啊，规个来抗议游行，你把事件机关枪夹来给你扫，给你抓来当场枪毙，啊，那世界点子自然无咧欢迎。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啊，国籍，甲咱改国籍，都两个国家三界抗议啊，怕死这多人。个很现场枪毙的，现场枪毙的电影，你有看过无？有嘛对无？啊，无代志，世界拢无咧抗议，是啥物原因？咱迄阵啊，家己没有认知。你当时因为你们是战败国的子民，一定要接受战胜国的命令。违抗命令来都枪毙，啊，无法度啊！和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哈，我来讲啊，身份证的问题，这张大家拢知啊吼，啊，红做记号啊拢知啊嘛，对不？吼，啊，咱做暗号嘛，啊，这咱就讲，咱家就是讲台巴子，咱拢永久做奴隶，啊，这个暗号伫家伫变过，这边家拢暗号，这那是美国甲咱讲，无咱也唔知啊。因为警察局长都唔知啊，真正，因都唔知，国家高层才会知，吼、哦、啊，好大家了解，吼、哦、啊，阿无国家，阿无政府，阿无人民，外交权，咱甲人定交的都20几个国家小朋友，中南美洲家小朋友跟非洲的小朋友，建交家拢是啥？中华民国跟人家签的邦交，啊，中华民国世界上都不承认啦，安尼哪有外交权？哪无？所以要甲大家讲，伊甲你退关是正常的嘛。嗯啊，因即摆才讲有诶学者，甲你主动讲哦，伊是一个啊法律诶学者。伊讲咱住伫遮住久啊，本土台湾人就家己来自决投票，啊，咱总统也家己选啊，
安尼，咱来投票，台湾公投，公投，安尼讲啦。美国个讲公投也袂使哩，所以你是麻烦制造者，啊，变啊麻烦制造者是天两点。啊，这拢是啥？无来遮上课过啊，然后来遮上课过啊，袂去补遮个代志啊啦。好，这爱好大家清楚啦，吼啊，这就是要甲大家讲，吼，实际上就是安尼，有个人也唔知啊，咱到那家啥，咱那家加拿大，加拿大缅甸也有啥，啊，迄、那个叫做英国女皇，吼，因加拿大虽然是。一个国家对外都单独加拿大，但是他们还是尊重英国女啊女王。好、哦，这好大家清楚哈、哦。啊，这就是要讲啊，流亡政府拢做一寡这个代志，好、哦，流亡政府拢做一寡这个代志，这拢全骗人的，所以代志全骗人的。这啥？这福大的教授啦。啊，拄啊，遐个太阳花装入去啊，立法院去甲拖底甲抽出来看讲，我发现拢咧做假啦！你看，每一天爱点啊，每一同仁哦，因遮个人哦，爱上网去点50次哦，因这个证件的一点通啦。纳税金叫这些人干阿去咧做假的，做啥？人讲哦，大家足赞成咧，哦，这件代志大家遐侪，这一个人爱点50次呢，一天呢，啊，那无来无点的讲小姐呢，啊，是毋是行政院拢咧做骗的？大家去想，行政院是咱最高的。行政啊机关啊，行政机关的这些官员都拢咧骗啊，其他的单位袂骗，去思考这些问题。哦，看到这有影是咱纳税金是来纳足冤枉的。好，过来，哦，因为有真侪是从。国外回来的啊，礼拜六咱黑熊点钞，有一个西雅图回来上了高级班以后又回去了，啊，这回过回等下点钞，阿姨会记我，因为我伫国外住十几年，啊，所以国外回来。因为伊拄啊伫南部，我有特别圣保罗迄边转来，啊加这里要做西雅图转来，啊我拄啊伫家己咱个啊有一个演讲会，我请因两个斗阵食饭，啊伊个印象啊。就了解，看到我就甲讲，搁甲打招呼，讲啊，伊等下伊要等下点招，咱听到啦，足甘心，一撮路遐远呢，所以讲，爱大家登去斗宣传，国外遮个乡亲啊，拢唔知影信息，一个知影，真正拢是投入。吼、哦，这爱甲大家，予大家知影。啊，咱班上吼，啊，昨我啦身体较好啊啦，啊，无以前我拢会去参加晚上礼拜六的座谈，啊，昨身体较好啊吼，啊，所以我去旁听啦吼。啊，以前早起拢是我拢有参与吼，啊，所以即马。我去甲旁听吼，咱
班上诶哦，我有一个从国外回来的，啊，毋知有无？一个嘛吼，干那一个，咱甲鼓掌一下，啊，请伊徛者，啊，请伊徛者吼，咱甲鼓掌一下哦，感谢啦吼，谢谢。因为吼，这就是要甲大家讲，你想看卖咧？咱伫遐近的所在，咱伫国外，我所举的例子，我敢会使胡白讲？我讲拢实在的，所以回去拜托各国吹来上课。吼、哦，啊，这就是安怎呢？白色恐怖啊，那个执行啊啦，叫外管来收集这一下。海外诶，都一个团体出来啊，响应太阳花的那个游行，而、啊、且哪些人负责的有参加的？因为伊遐拢有领迄个啥，讲有500块、800块美金的药白啊啦，安尼药白啊，大家不要知道不知道，就是等于因遐要做地下工作组织，因遐。哦，一个月遐1200块啦，诶，美金啦，800块啦，500块啦，各种都提钱到啊咧，叫人去探听，讲倒一个咧反政府的啊，遐名单拢交出来啦。啊，这也毋是我咧讲啊，这报道的，我讲拢有人报道出来。好、哦，啊，这是要互大家。较清楚，吼、哦、啊！有诶，老师有诶讲无对吼、哦、啊！当然，因要收啊啦，各项拢咧结束啊。这啥？海军陆战队讲要啥？裁撤，三军拢裁撤啊，后勤部队裁撤啊，军阀啊裁撤啦。啊，即马要用征兵啊！啊，是安怎会发生这个代志？啊，美国甲咱讲啊，军队伊要来负责处理，叫咱训练黑熊部队，黑熊部队叫我们来，就是要来接这个警察局。美国甲安尼甲咱讲，啊，咱拢遵照美国。我们不会跟流亡政府去争这个政权，我们是要从美国军政府把他的政权交给我们。我们是这样的，我们的宗旨、我们的主张，大家都要知道。好、哦，所以咱拢是不用。武力、暴力，哦，这里大家爱清楚，哦，一定爱清楚。后来，哦，这都过关一年级，头拄啊，个涉及大个代志，吼，这啊，这当然，我即满就是讲，咱就是去这个所在啦，吼，啊，当然这里边啊是靖国。啊，神社啦！靖国神社就是啊，日本人为国家建设的，去伫这个所在啦。咱遐有39100个，咱当年拢去拜，今年8月15那要搁去，但是咱也无较资格啦。那有资格就是啥？你回去赶紧看那本《台湾新论》啊，我们啊，咱本的哎，《台湾论》吼，回去紧去看，参加进所考试。迄要去参加的人，即马即回8月12要出去吼，啊，19要出去，这个就是爱有进所资格。滚手的资格，
啊，军校的高级班过，佮参加进所考试。啊，进所考试，咱拢会两三礼拜吼，可能办一期啦。吼、哦、啊，长才考了，长进所考试才考了。吼、哦、啊，可能佮个月佮一个月，可能佮办一期。啊，佮一个月佮头也有两期的进所考试吼，恁、哦、把握。你若听讲，回去好好啊读，啊来参加，啊考两摆，应该大家拢会过。好、哦、啊，但是你无读袂过哦。好、哦，这确实的，伊的录取率吼，头都17-18%啦。甲高考吼，同款遐歹考呢。迄就是讲咱现在台湾民政府的高考。吼、哦，啊要互大家知影者，若要去参加的人吼。拢穿服装嘛吼，啊，即咱华盛顿 DC 啦，吼，啊，即啊，即袂讲啦吼，啊，就是上咱即两张啦吼，啊，即嘛，要来先看一个三立的报道，互大家了解一下，啊，咱才来请咱啊，重新来啊。受信以后的心得报告，吼、哦，五分钟，可以啊。咱即摆来看，拜托啊，咱同心吼来放一个啊，三立的报道，予大家较清楚。宣传单、报纸广告，厚厚一叠，权力法案上到处可看到“台湾民政府”五个字。走一趟总部，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他们，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初级班和高级班。嗯、那我们两班都上完的话，会有那个证书。嗯、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参加研习营一次6000元起跳，未来就可以捧一辈子铁饭碗。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每张1000元，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现在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你就拿这一张，就可以进去了。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叠，附上姓名、电话、大头贴，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才内阁制，发下豪语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洪道言，所以才有这个旗子。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最外环则是台湾6个州，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各自独立运作。马英九啊，怎么样？生吞活剥台湾人啊、嗯、所有的五大基金都破产，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你告诉我。不止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更扬言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往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告。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谁疯了以后就知道了，不要2年你会看得到。冲着马总统而来，带领台湾人独立，号称不从事募款，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少说几十万起跳，还有自己的停机坪。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外界都睁大眼睛。三立新闻黄玉峰、白乔英桃园采访报道。今晚是要让大家看这，咱是感谢三立。但是甲咱报，好你甲在伊来访问，讲哎，当时要甲咱报，啊，咱有去甲伊要报的时间去甲录起来，啊，报一摆都唔敢报啊啦。一定有诶讲，啊，奈这无爱互第二报，第二报台湾就倒啊呾。啊，甲你报一摆尔，唔是讲24小时一直跟你报。啊，好你甲在有录起来，好、哦、啊，这都互大家去。咱即嘛要阁现身说法，讲确实这张新闻证是美国制造。咱58应该是58级的上课，恁即嘛是86，啊，可能是56级啊，58级吼的上课，的现身说法，迄、那个影片哦，要来啊，56级的现身说法，因摕这张入去美国。在用的要让大家知道一下。好，来议长、秘书长，所有大家的兄弟姐妹平安。
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清楚必须定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我们就用 ID， 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我就跟海关说我这边有 ID， 他也放进去 No problem， 没问题。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我又几个同心说亚夫过来过来，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那我们去的时候，哎，怎么要去那里？原来又要到国务院。那国务院呢，我们7个人就进去，那只有用 ID， 一放进去 set 好 OK， 我就进去了。这是非常好的见证，这不是高沙主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妖子呢，不是呢，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必须定灰熊肝胆，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二，二变成五，难怪我们高沙就说1234也不知道1+1=2，所以真的搞混了。这个流亡政府混到啊，不要讲好了，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所以非常千真万确。那其他的活动由其他的同心来讲，多谢各位。好了，我这就是要给大家增加信心，不是我在讲啊，因提这去用过啊，好、哦，啊我提这张。去日本，我存一挂南山的，要搁甲换到啊美金顶啊！啊，讲你有证件无？我摕这张互伊，啊那甲你办啊！啊，日本机场我来用这张啊！啊，所以甲大家讲，这张是100%，但是三弟甲咱讲这张是安怎？自己制造啦，无啦，咱无遐搞啦。这有晶片的呢，有晶片的呢，拢美国制造啦。好、哦，爱好大家知啊。恁大家要去请啊，唔好去用骗去呢。唔好听讲啊，恁来请，你甲人啊叫你去请，讲500块、100块的，你甲问讲恁有晶片无？啊，若讲啊，阮迄度无晶片，还是讲啊，阮迄度有电脑扫描，迄拢唔是啦。你甲讲爱晶片的，吼、哦，这里都爱会记哩。好，咱时间上的问题，咱即马请咱现在甲这个所在啊，创一个一站路，咱来请咱的同心来讲个心得，咱欢迎伊啊，甲鼓掌一下。哦，足感心，你有我有这个哈。林教授啊，各位同心，各位先进，大家好。啊，我是高阳州哈、哦，我是高阳州哦，做阿军哦。啊，我姓黄，名志贤哈，立志的志，啊，姓贤的贤。我伫这我生在这个1955年哈。哦啊，12月20日，吼、哦，迄个登记12月20日，其实拢晚报啦，吼、哦，几个月啊，吼，啊，我在阿未二摆，吼、哦，咱这个台湾民政府之前啊，哦，我一直对这个家己本身的这个地位，吼、哦，啊，啊，甲这个台湾这块土地吼的地位，吼、哦，
就拢一直产生吼足模糊的状态啊。但是吼，我对政治无兴趣，吼，因为政治人吼面皮厚啊，佮敖讲白贼，吼，这我就较无欣赏，所以讲我就较无兴趣，吼。也毋过呢，将我也要投票吼，我将来我毋爱咧支持国民党，包括咱李登辉先生，我嘛真尊敬。但是伊咧选总统，歹势我毋捌咧甲投甲半票吼。啊，我是一直拢投这个潘明敏先生吼。啊，过来就是讲，今仔日我会真欢喜吼，来咱今仔日吼，迄阵这个86期吼，啊，这个上这个华丽吼，啊，讲实话呢，到甲今仔日呢，较较了解吼，我今仔日的地位，因为过去我嘛知影啊，老爸啦、阿公啦、阿祖啦吼，是台湾人吼，啊，我一寡这个朋友兄弟吼，同学。过去吼，我对这个国民党政治啥货，我拢真反弹。啊，不过因拢甲我问讲，啊，这民进党诶，我歹势，我毋是绝对毋是民进党吼，我就是台湾人。嗯，啊，咱拢中国人是安尼，毋台湾人，我歹势，我就是正港诶台湾人吼。我一直甲自己就是拢藏伫这个所在就对，但是吼，无一个后盾，吼，我感觉吼会真大声，心肝内嘛感觉疑疑啦吼。但是今仔日来吼，即几天呢吼上这个初级班，但是我真欢喜，我已经吼确保咱今仔日本身正港的台湾人是啥物款地位，这是我吼真欢喜的一个这个心得吼，真感恩吼啊！咱这个秘书长吼有今仔日予咱遮好的机会，咱真感恩吼，感谢。而且呢，我感觉讲吼，今仔日是咱国会这个同心吼，诶，这个生日，所以讲我感觉讲，大概是生日快乐哦，感谢。好，祝贺，因为咱即马毕业，等于咱初级单。毕业回去了后，咱就是会看法各种情形拢无同款啊。那讲生日啦，哦，改变你的观点。啊，但是要拜托大家啦，因为这吼的工程是足大的。美国都甲咱讲，你爱41万张身份证。吼、哦，啊，这都要拜托大家，搁加强，恁搁加强落，咱的希望搁较大。爱搁拜托人搁来受训，我希望大家搁去搬过来上课，互你一个阶段性的完成。吼、哦，啊阿伯啊，你要搁创啥？你才去家己啊，斟酌过去啊，来规划，拢必须爱经过这个过程啦、啊。啊，希望大家回去，亲戚50啊，朋友60，哦啊，少少嘞。过来，安尼好啊，唔好啊？好。今日啦，足感谢大家。啊，我转去，有诶，或是大人讲，啊，你都爱来上，互你改变你诶观念。啊，转去去甲恁是大人，叫你来上诶。你回去，你去甲感谢，这就是福音的传乎你啦。咱有这个身份证，有什么好处？咱有什么政策？后摆恁拢是革命先行者，革命先行者拢有特别有一个优惠啦。秘书长有讲过，咱以后在行政
人员拢会照彼此定的规定来进行。所以，咱今日就到这结束。啊，感谢大家，感谢。各位同心，请把椅子收起来，坐定，谢谢。